講解一下有關的情況。唔該，Madam Chan。我哋停一停，我哋有一個訴求都要講。我想停一停啦，嘛，我谂停一停啊嘛，未到发，未到问题时间。我一谂到嗱，即系咁样，如果咁样话咧，相信今日记者会。一直以嚟咧，其实警方咧搞四点钟记者会咧，我哋自八月头开始咧，其实搞咗几十次啦。搞呢个记者会嘅目的咧，系希望警方同市民有一个沟通渠道。每次记者会咧，一般喺上半部分咧，我哋都会有啲重要。嘅警方信息同埋澄清咧，要向市民交代。而喺記者會嘅下半部分咧，我哋都會俾足夠嘅時間咧，記者去作一啲答問嘅環節。記者會能唔能夠成功咁樣去運作，其實係有賴大家互相嘅尊重。警方唔認同打斷人哋講嘢，騎劫記者會表達自己嘅一啲意見。如果記者有提問，絕對可以在記者會下半部分的時候，我們會給足夠的時間大家去發問。